看这个大哥哈，又来了一批罗汉松，咱们来看一下哈，这棵非常漂亮，一棵大林水啊，上面都已经结了罗汉果。这个罗汉果啊，七月份成熟，成熟的时候啊，呈鲜红色，非常的漂亮，非常喜庆啊。像这种都是老庄哈，盆景老庄，老度非常好。大哥，这回来了多棵？哎呦，20盆。二十盆啊？对，都是老庄。全部是老庄的了哈。全部是老庄。咱这个罗汉松什么品种啊？这都是雀色，标准雀色。标准的雀色。哎，这个都耐旱，叫抗冻的。雀色耐旱抗冻哈。哎，对。这个品种非常好。我看庄子都非常老啊。哎，这都30多年了，三十年树龄了。哎呦，你看一看就哎，果都养好了哈。哎，怎么有结豆的，有没结豆的？没结豆那个是公的，这个母的呢？这个罗汉松分公分母，结这个罗汉果。哎，到7、8月份吧哈，它就开始红红的，结的果可漂亮。红了以后就好看了哈。哎，对对对。你像这皮直径多粗多？直径在14-15公分左右。14到15。嗯。哦，这个得15多吧，是吧？嗯，反正都15-16，大的15-16。15-16哈。最小的14公分。高度有几米？高度有1.5米吧？高度1.5米差不多。1.5米哈？啊，对对对，反正1.5米、1.6米哈，大约在就这个数哈。14.5米、1.6米。都是做完型的哈，完全成型了。哎，都是老庄，都是固定好的。你是买个那个螺丝去掉，它还是不变形了。啊，都定好型了哈，都定好型了，哎，对对，都定好型了。这棵就是公树哈，哎，这是公的，这个不结果的，不结果的一棵，对对对，大林水，这棵不结果的，母树多，都都喜欢母树呢。这个母树主要结果子，母树结果的还好看，还有一种看看一种享受。是，啊，这是你自己做的行？哎，自己做的，这个你做不出来，没有那个技术，你做出来难做一起，做出来没有样子，你谁要？被送一不要。是是。对。你做罗汉松这个做型几年了？几年了，我从17就开始，我今年58了。哎呦，你真是，我就算常年就照顾这个。常年做罗汉松。哎，老一辈是这样的，老一辈也干这行的。啊，有经验了哈。哎呀，你想嘛，这不，看这个果子真多，密密麻麻的。这棵非常漂亮哈，一个大硬壳就会，硬壳造型。你这个悬崖是多漂亮，这个在提根的哈，哎，都是在提根，你看这个悬崖是漂亮吧，大悬崖，叶子也非常浓，也非常浓密，非常饱满，你看叶子绿绿不绿啊，非常健康。哎，那这都是你看这现在都冒出新的芽子来了，一提过去哈，你后边这一棵就非常漂亮，你看冠幅比较丰满哈，你看都全部轮轮的，嗯，叶子就像菠菜叶一样的，这个直径得小20啊，嗯，那你看，哎，那可是那整最起码18公分，嗯，老度非常好，这棵，嗯，18公分是有的，上面全是老皮啊，嗯，你这反正价格吧，就是说不管怎么说，就是5500，5500一棵，哎，5500一棵，都是30多年老庄子了啊，哎呦，这都是老庄，一看看出来。